方家还不忘来学艺，多敬业啊！吃着七分甜的心底，朋友的芒果生椰拿铁，我的芒椰小丸子，小姐姐推荐到一带这个咖啡液进去，还挺好喝的，那我就动手了，多来点芒果，全部捣碎，再加两勺果粒。芋圆过下冰水更 Q 弹，下去小芋圆和椰奶超配，喜欢甜可以再加一点糖浆，剩下的补满冰水更清爽一些。这熟悉的感觉，芒椰小丸子真的喝不腻，专门去买了这个咖啡液，也可以喝一半再加。最近那种插袋咖啡是不是很火？简直一模一样的，一杯可以体验两种快乐。